哎呀，麻死了！有没有水喝？他嫌老子脏了，老子倒要嫌他晦气呢。多吃几个花椒，会去去寒，也会去你的晦气。烟味儿，就像闻到家乡的味道了。老子好像闻到四川女娃的味道了。西安，再过了黄河就能见着了。过了黄河，每个兵都有枪吗？有啊。肯定每个兵都能发射手枪。不光有枪，还有炮呢。干嘛去？把我的枪扔了，我一定用不了啊。也太着急了吧？拿了新的再扔旧的。说远呢也不太远，隔着一条海吧。海？啥海？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比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咱们要侵略咱们。侵略？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他要么就拿着枪冲进来，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们家东西。哦，那就是强盗啊！就是嘛，什么东西都不能给。啥时候都不能骗人。哎，一码归一码。行了行了，赶紧睡去吧。哦，去吧。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秦上将，注意你的身份，说话要负责任。是。马上封锁车站，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喽，联络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咱们的人手恐怕不够，川军万一真的闹起来，咱们怕是控制不住局势。只要这些川蛮子敢借机滋事，立马武力弹压。走。报告。主任，北路川军司令部来报。不干不干，就会踢皮球。告诉他们，有任何的事情找二战军司令部联络。走吧。是。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我才懒得管他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美美的醉他一回。哎，为啥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那是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还有小日本的300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这整个川军换一遍都没问题。哎，老大，这西安有咱成都大吗？废话，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他笑什么笑？跟自己去过似的。老子闯荡江湖的时候，你龟儿在穿开裆裤，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啊？啊！见过世面多了。军服也换。问他，他比蒋委员长知道的还多呢。这还用问啊？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那我有个合适的，再也不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了。这个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戴着望远镜长枪。老大，那这也太洋派了吧？哎呀，这叫瞄准镜，是狙击步枪。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服。再照个狗头影，哎呀，保准你们一个个龟儿的跟新郎官一样的神气。这个胖猪啊，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妹娃子们会追着屁股找你们啊。我小猪啊，日子过得可苦呀。有了狗影像，胖猪啊，你别愁就找不到媳妇儿了，有了媳妇儿以后，他就给你生一窝小猪。日子过得比红辣椒还火红啊！
闺女瓜兮兮的，来过来，老大，你看，就他这个瓜皮样子，都找到婆娘啊啊！要说的话，老子啊，肯定可以娶她个三妻四妾，到时候啊，夜夜当新郎，那个味道是不摆了哦。小媳妇啊，你的七八个姑娘追着你打，打得你血骨淋当的，我看你哪个办？老大都救不了你。老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得巴巴适适的。还有，到了西安之后，到了，哎，听哪个排长讲，还用得着老子费唾沫？我差点给忘了，到了西安以后啊，我出钱，大家找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个相，留个念啊。哎，放个球啊，照照个相。要我说，照个球的相，先让兄弟们去泡个窑子，先把火泄了都。哎呀，在那个火车上那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对，快到了，快到了。来，都收拾一下。收拾一下东西。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建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陵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搞啥名堂啊？就是个刚才没意思，啥子意思？这里到山西干什么？支援娘子关一线，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纵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你看，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谁这么大胆子，敢改蒋委员长命令？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实在是无可奉告。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包涵？包涵个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听着吧，他们手里拿的什么？这些破烂玩意还能称得上枪吗？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行，当炮灰当炮灰了，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家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布衣草鞋。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你得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里冻死吗？军令如山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好一个军令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换军装，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里头看看，这车厢里简直是个猪圈，是个牲口棚，超级巡店。好，长官。长官，看好吧。
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出去。都别动，都别动，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来，让开。你要干什么？你不换装备是吧？是你不换装备是吧？给我！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吗？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这么欺负我们，良心何在？我告诉你，这装备你换一点换，不换也得给老子换了。不换这国家，老子们就不打。对头！对头！打！打！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还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摆设，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你放肆！嘿，要杀你现在就杀，反正上天也是白送死。就是倒霉。好了，开枪！开枪！放屁！枪毙了他！站住！干什么？我住手！拿出我们四川男儿的血性来！我们就是不要装备，不要衣服，也要挺着腰杆走上战场，让那些鬼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们打完鬼子，再收拾那些鬼儿子。当兵，让弟兄们上车。王勇，你上车。在哪儿？我这枪都这样了，咋打鬼子呀？兄弟，咱们楚川是打小鬼子，是去打国仗的，受点白眼，受点欺负，咱们都忍着。忍着这口气，上战场跟鬼子干到底。咱们四川人是要骨气的，不能经不住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换装备，咱们这仗也得打。这样，大家跟我一起喊，我喊川军，你们就喊雄起。川军，雄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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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告诉我陈淑春同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啊？方老师，淑春她死了。怎么回事？昨天放学回家，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她为了捡几丢的书包，被
坐下吧。方老师，黑板墙的作业全都要写完吗？啊，是，黑板上的作业，大家一定要完成啊。太多了，一晚上根本完不成。不用教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啊，最后一堂。从明天起，学校要全面停课了。在军司令部，要征用咱们的教室，给四川来的军人做备用学校。老师，鬼子真要来太原吗？回到了家，除了完成作业以外，大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燕妮，你们大家都是父母亲心头的肉。防坑警报一响，大家一定要快速地躲进防空洞。什么时候开学？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开课。好了，下课。好了，同学们，把课桌都拼在一起。听令，随时开拔啊！这也太严重了，这最后的时间应该让大家想上哪上哪，好好放松放松，也算是鼓舞士气。啊，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你舅舅下了死命令。你看着懂吗？滚！哎，出去来看。来来来，快坐。哎，猫哥，他们说你们家从小就是打猎的，四岁就会开枪了，是不是？信，把你给我取保安去。哎，猫哥，听说孙老大救过你的命啊。哎，猫哥，他们都说了，说你爸让熊三子给填死。你哪那么多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滚！打住吧，就行。老大，老大，给你出出出来一点。还有虫子吗？来，出出出！不要不要，行行。不，老大，这怎么这么好？宣布一个消息，完了完了。哎，这欠我的都记着啊，别别别，打起仗来都记不得了。你欠我三个，你差我一个，你差我两个。说完没有？说完没有？听我说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司令和阎锡山已经交涉过了。这阎锡山答应给我们换武器装备，真的？真的？真的吗？哥，天上掉馅饼了啊！哎，你们说人家三星老表弟是，你看你，人家对我们多好吗？哎，对，兄弟好。哎呀，还是人家晋绥军想对我们川安兄弟不容易啊！哎，这趟是来对了，老大。来来来，哎，排长，有没有厚的棉服穿呀？厚什么棉服啊？人家能够给你把武器装备换了就不错。哎，搞笑！跟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招呼，往后就没什么时间了。要想出去玩的。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国王在哪儿？老将军，哎，老大，走走走，逛个窑子，走走走，带我们去国王开马。三哥，三哥，带我们去国王开马这个东西。哎，都提交了，提交了。都输。不是，等等等等，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太原兵站马上要把武器送来了，连长让你们到外面集合，领枪。走走。站好了啊啊！弟兄们算幸运啊！开仗之前，咱遇上了活菩萨。晋绥军30万人马，这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富裕啊。可是严司令长官呢，硬要给咱们换装备。叫花子讨饭，人家给口吃的，那就是活命的恩情了，是不是？咱四川人。那是有良心的，那肯定的。所以啊，一会儿人家来了，咱们一定要鼓掌致谢。哎，
明不明白？明白。据我所知啊，这个进造的机枪啊，还是相当威风的。就是手雷稍微差点吧。啊，不过那也比咱腰里那个麻花弹强多了。我估计啊，机枪不会太多，可步枪肯定人手一支。所以，一会儿人家来了，就按各排的花名册，按秩序，唱名领取，不许乱挤乱抢，晓不晓得？晓得。喂，我是连长，我们动动嗖嗖的，都站了半天了，怎么连个鸡毛也没看见呢？来了。做梦的吧你，还是到底什么好玩啊？连个鸟人影都没看见。李茂秀来了，那就没错，那狗日的千里眼顺风。顺风来了，啊，我看看去。站好了呀，全花。要多，真来了。打死谁？哎，来了。哎，真来了。我怎么跟你一样的呀？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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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辛苦辛苦啊！我们是太原兵部奉命给川军兄弟送武器的，啊，后边还有几辆马车，就一挺机枪，一箱手榴弹，能有几辆马车？怎么会啊？哎，说好了是给我们换装备的。是长官致答案给川军先头部队配送十挺机枪，二箱手榴弹。你们掰指算一算，到你们连队能分多少？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快验收卸货，完了给我签个字。我去看看。来，老子跟你签。你骂谁是混蛋？怎么着，骂你一句就知道不舒服了啊？那老子们怎么办？老子们在这等了半天，就等个这。听说你们进军要给我们换装备，我们感动的想流眼泪。可是我们等啊盼呐，就盼你们，就这点玩意儿，糊弄谁呀？行了，别说了。行什么行？今天非得跟你们掰扯清楚。我知道，你们就是个跑腿的。劳烦你们呢，跟你们的长官回去带个话啊，就说骗傻子也不能这么骗，耍猴也不能这么耍。再说我们四川人也不是猴，是可忍，说不可忍，这种侮辱谁受得了？别以为老子们川军是好欺的啊！你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把老子逼急的话，老子就砸他的军火库！抢！这我是你千人百马哦，抢个大棍儿进水军来！哎，孙老哥，孙老求别人，不是求自己。对头，走！抢！都被嚷嚷了！孙老哥，你现在还背着逃兵的罪名呢，抢也不能是你去啊！知道了，新账老账一起算定。只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抢劫，要杀要剐，老子一人抵账。说实在，在人家地盘上一砸起来，那肯定是玩命。即便要抢，想想办法，动动脑筋。送包转的，嘴皮子没用。反正我孙科现在是官府一职，难民一条。抢武器是为了给弟兄们杀鬼子。走。走把副连长瞅头是那个团长，指挥总长，二叔，说谁抬的头？二叔，说是我，是我挑的头，有什么就冲我来吧。这帮王八蛋拉着老子们川军当猴子耍，抢他们的军火库也是应该的。打你！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是我的，是我的亲外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告诉你，老子照样军法无情。你身为团长，你忍心看着我们这些川军将士们拿着烧火棍上战场吗？军委会忽悠我们啊，转而转去，又推三推四的，拿老子们当猴子耍。你身为团长，你就不愤怒了吗？女娃子，我比你会骂娘，可我们川军是主动请缨作战，是心甘情愿的到这里来杀鬼子的。为了保家守土，救国威望，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咬碎了牙往肚里咽。任何违反军纪的事情都不能做，也不许起枪，绝对不能给我们川军丢脸。我知道现在谁都把我们川军当猴耍，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自重自爱，越要自己争这口气。女娃子，不就是一条命？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啥子啊？看你怎么的！哎，我看你他妈病长的脸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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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嘛呢？干的？没事啊，我喝点酒，没事没事啊。饿死嘞！哎呀，九哥！哎呀，老哥！哎，老孟呢？啊？哎，老孟。哎，郭兰，这人跑哪儿去了？你们赶紧找！大哥，毛大哥，都出来了！毛大哥，毛大哥，毛大哥，郭兰，这都是跑着出来的，这万一出事就麻烦了。毛大哥，别找别找了，就在这儿站着等吧。啊，这小子肯定也给他那个烂寡妇买什么礼物去了。哎，有没有命回来，那就是天知道的。这个展子做的还很精到哦。你是不是山西人？没错，郑州地道的太原。哎，都说山西人很吝啬，一分钱吹进屋里头，牛都拿不出来。你卖东西不要钱？我都说过了，白送你了。要就拿走，不要就搁下走人啊！哎呀，你不要冒那么大的火噻！我啥价嘛，你可以抬价噻。这个买卖东西嘛，就跟我田友们谈恋爱一样，可以商量的噻。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白送你还不行？白送给我啊？凭啥子？就凭你能上战场打鬼子，为百姓卖命啊！哎，你还啰嗦甚呢？还不快走？你不要找赵校管吧？我告诉你啊，看那个大叔没有，往那边拐，锦里头就有一家，估计现在还没有关门呢，快走吧。在这儿呢！哎呦哎呦呦！哎呀，你们怎么回事？你跑哪儿去了你啊？哎呀，找你半天，我跑哪儿去？找你半天，我还到处找你们了。哎，你不是在找赵县官吗？啊！哎呀，我都找到了，那边往左拐，左拐以后再往右拐，右拐以后那地方……哎呀，你不要客气，我们才一下
我人去楼空，啥子都没得了。算了算了，赶紧回去。哎呀，连个腰子都请不得，还咋照相呢？就是，就是狗日的，你这女人重要是不是啊？害得大家等到现在，照相是最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还可以留个影子带回家呢。行行，别说了，你带路，赶紧再碰碰运气，走走走。哎，走，叫我带你去。有没有哦？咋了？爹，老鼠！我的闺女啊，这老鼠还能咬你啊？胆子咋这小？怎么爹一来，老鼠就跑了？啊？嗯。就你这样还想当兵啊？瞎胡闹！哎，这个书不要带了啊，把衣服收拾收拾。车来了赶紧装车，明天咱们得上路啊。把你送到乡下去，我就回来。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送死啊！学校不开课，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想为社会出把力啊？自古当兵打仗那都是男爷们的事，你个姑娘家家的。我又不放枪。爹，你来来来，我给你跳段舞。班子跟着下岛啊，打仗那是真枪实炮的事，你以为在戏楼听梆子？你也去东街走走，人家八路军宣传队里面全都是能文善武的女兵，人家行我也行。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咋就不行呢？我也是想为抗战出把力嘛。你这闺女咋就这么拗呢？你看别人家闺女哪一个念书啊，你非要念书。爹依了你，人别的闺女大了都要嫁人，你说没有中意的，爹依了你，你娘去世的早，爹拿你当命一样疼，你就不能依爹一回吗？请问，开门！啊，只是那个二狗把马车弄来了，让我去看看。至于这么大声吗？开门！来了，别管！哎，快！开门！开门！哎呀，你来干啥？快走！爹，那爹你呢？啊！开门，他们会杀人的！你赶紧带着琴从后门跑，我大车里多叫几个人过来，听见吗？快走！咱老头子怕什么？快跑！快点！军爷，军爷，这老总，抽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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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抽烟。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他妈在后方享福。完了，又是逃兵。哎呀，还没上前线呢，哪会是逃兵呢？哎哎，啊，都是穿着二尺半，脸上又没刻字儿，你怎么能看出来啊？穿着单衣短裤的都是川军，刚来咱太原的。哎哎哎！你怎么又走错了呀你？啊！哎，老总，等等。怎么，有什么事吗？哎呀，你起来！这好弄，好弄。军爷，这军爷怎么在家里？这可是我们川部的家当啊！这全都是被褥，没点值钱东西啊！那屋里还有大箱子，打开。好。爹，滚！走！出来！别急！都是扛枪卖命的苦命兄弟啊！咱们有个先来后到，对，你们到别家抢去吧。别！哎，这样，我认栽啊，东西你们拿走，
放我来！哎呀，谁勇还敢抓住他？滚！走！滚！走！滚！滚！放！滚！秦啊，赶紧跟几位老总沏茶。哎，别，我们呢还得赶紧去找一下照相馆，拍一张生死照片。这不要上前线了吗？这样茶就不喝了，后会有期。走，等等，你刚才说找啥？这就是照相馆呐。啊？对，我们明天早上逃难，下午才把匾给摘了。哎呀，纪委爷等啥呀？赶紧啊，我给你们照。来，亲，赶紧拿灯，那个相机，快请进吧。消失在我的双眼，只听见热烈的呼吸，背上了所有的记忆，泪水撕碎晨光，大汗震颤在胸膛，把什么死亡在歌唱，血奔涌在我的心上，用绝望最后的希望，燃烧我灵魂的方向，守护在你热爱的地方，泪水撕碎晨光，呐喊震颤在胸膛，怕什么死亡在歌唱，血奔涌在我的心上，他从未走荣在胸膛，把什么死亡在歌唱？